我讲啊，我们中人，我们华人，我们中文讲险啊，看到都是险啊。我他讲云冰城，冰城讲我们中央政府啊，讲我们中央政府是迫害啊，不是讲中央政府逼冰城提高这个水价，希望这个水价可以跟其他州一样。那么我讲你这个是一个 fitna， 所以我讲好了，我第一个文告我讲，叫他把去年23号12月的信就公开出来。我到今天啊，已经出了6个文告，第一次叫他公开，他讲我不专业；叫他再公开，他讲挑战我，叫头叫诉他；再叫他公开，他讲我是胆小鬼，讲我是懦夫；再叫他公开，他讲最好你回去管一下你做货的。最后一次公开，再叫他公开这个信啊，他讲现在他叫他 CEO 这个宾州供水机构躲在后面，叫这个 CEO 发文告。 有什么难？公开这封信，看看谁在讲骗话。所以这个是我第7次叫他公开这个信，23号去年12月的信，看谁在讲骗话，不要给我这样闲。你对啊，更难那样多了，平常。 Eh jangan ini pula besar daripada SME ya. <笑>以前我叫他讲槟城的经济，他也是叫 Penang 就出来躲在后面，他不敢讲，因为他讲不到啊。这一次又是躲在这个宾州供水机构叫这个司机出来讲，自己不敢讲。我还是一样叫他公开，不要做一些人身攻击。